두째당연나시시당기아네내제장동연중예그동네양예바로도중기내제장간제지가네순순바디내다기어림보체랑본보본보된저기삼삼로디랍송내제장에강초낭규내가제주어可是俺俺做一奔波，俺啦要要不接要不接嘛送，那接着俺啦大多嘛接嘛接，俺啦谢谢打，等于说了不接，那让董元琼等着，等着说了不，嗯，董元琼那去毛不毛琼琼送到那看着接个。他这档也升贵阳。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个师兄提到说，如果说别人打我们嘛，那。当下的反应一定会生气，那当下内心应该要怎么去反应呢？那龙摩切主要提到几个点，那第一个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对，就是古仰波，就是比较宽广、比较开阔的心胸。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比较强的外境、这样的一个外援的时候呢，马上生气是。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那当下应该做什么思考呢？主要要在业这个角度上做一个观察，就是说，比如说我被可能被别人打了，或者是说，有一个很不好的待遇，那应该要思考到的，说是我自己以前一定是造过中了恶因，那才会感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苦果。那如果我现在又继续生气的话呢，那就又中了一个苦因，那我之后还会继续再感苦果，必须要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当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呢，因为我们不想要痛苦嘛，所以不要痛苦的关键在哪里？就是我不要中苦因。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冷静的观察之后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控制自己。那可能你会有一个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心情，就说啊，这太困难了，就是这么强的境界都发生了，那我怎么有可能有办法控制自己呢？一定会生气的啊。那眼前呢就有两条路，一个是放弃，然后一个是不放弃，继续坚持。那放弃也就放弃了，那你终究就是遇到境，就是生气，就继续就只能继续种苦因。那如果说不放弃的话呢，那终究你能够练就一个正知正念的一种心态。有了正知正念之后呢，长此以往的休息下去，就能够获得解脱。针对师兄刚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知道不是对，就是那龙波切讲到说就是我们学习其实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去修习空性，空性跟菩提心。那空性呢就是观察诸法皆空，诸法皆是无自性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正知见的话呢，不管别人说你什么坏话，然后或是对你做怎样的攻击，那你都能够认知说这是无地识的，那这就不会内心产生一种执着。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道理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没有办法去运用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提到说别人会攻击自己的弱点嘛，那。仁波切主要是讲说，其实跟上面的问题呢，面对的方法也差不多。那主要是说要避免一种心态，就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心态，就是别人可能你发现说别人好像处处在观察你，然后去了解你的行为啊、习惯啊，然后等等的，然后观察你的弱点攻击你。反正同样，我们可以从业的角度去思维。那但是呢，就是必须要去注意到说，那如果说我因为这样子而内心产生恨意的话，那我也想说，那我也观察你有哪里不对的，然后也攻击你的弱点。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终究这样的业会回到自己身上。那第三个问题是讲到这个主管的问题，就是说，好像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主管并不善待自己。那仁波切提到，就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应该更注重外在还是内在呢？就是说，
意思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外在很多事情实际上改变的机会很大啊，但是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要去在意的是自己的修行有没有进步，也就是说比如说昨天跟今天比起来，那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进步呢？那我今天有没有跟昨天比起来有没有所改变？那应该要观察哪些地方呢？比如要观察自己内心的善恶。我今天的内心的善有没有比昨天多一点？恶有没有比别人少一点？那我对别人有没有比昨天更善意？那正知正念有没有比昨天更多？那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呢，他应该要更在意的是这些事情。那当我们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对于外境自然而然会改变，那对于外境的执着也自然而然会降低。好，所以我们常常谈说要修心嘛，所谓的修心呢，就是要修改自己的内心。要拿什么来修改自己的内心呢？要拿法来修改自己的内心。那修改自己能够朝着利益他人、利益他自他的一种方向，而不是朝着伤害自他的方向。所以如果说必须要去观察说呢，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内心一直支持着这种种种的烦恼，自己会当下就会感到很痛苦，那接着会做很多不好的事情，那对自己的现世来生，那对他人来说都是有伤害的。反之呢，我们能够用法来修改内心，努力的尽量让自己的内心朝向善的方向，那对自己的当下对自己的未来乃至对他人呢，都是会有帮助的。能够冷静的去做这样的观察跟思考，就能够渐渐的使自己朝向法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的修行。